Hello， 我是 Eric。 GoPro 的 Hero 7 Black 在我上一条片我就认真地考虑会不会买这部机，结果呢我就真的买了这部机了。你可能就会问，喂 Eric， 你介绍了这么多部相机，又富士 Film 又 Nikon 又 Canon，咁點解偏偏就喺眾多嘅相機之中就揀呢部 Hero 7 Black 啲？咁第一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啊，佢 High Pass Smooth 功能咧就真係令人好驚喜。佢有咗呢個功能之後咧，咁大家咧都唔使再拎住一個嗰啲咁嘅肩部三軸穩定器大大嚿咁樣咧，咁就令到成個拍攝嘅過程咧更加方便嘅。咁除咗咁之外，亦都因為 GoPro 嘅 form factor 咁細部咧，咁你就唔需要帶住部大機周圍去旅行嘅時候，或者係出去玩嘅時候咧，帶住部大機喺個背囊度攞孭住部大機。如果你有試過拎住部大機，攞住兩支鏡頭，然後孭住出去玩嘅話咧，你就知道有幾辛苦噶啦。而且亦都因為佢咁細部咧，就唔需要咁擔心其他人係咁望住你啊，見到你喺個背囊度稱一大支嘢出嚟，真係會嚇親人哋。咁最後一個原因咧，就係當然因為budget有限啦。以 GoPro 3300嘅呢一個官方價錢咧，GoPro 真係算係一部而家最值得買、最應該手頭上擁有嘅一部 camera 嚟噶啦。咁呢條片咧主要就會分開三 part 嘅，第一 part 咧就主要會係 GoPro Hero 7同我手頭上有嘅 Hero 4做一個比較嘅，咁我就整咗呢一嚿咁嘅支架啦，咁就拎出去一齊拍片嘅。咁喺呢一個比較入邊啊，我哋會做一個 audio test 啦，亦都會有我踩住滑板拍片啦，同埋行路拍片啦，同埋跑步嘅拍片嘅。然後第二 part 咧就會係影相嘅功能嘅測試，就會係試下佢呢一個新嘅 HDR mode 同埋一個夜拍嘅模式嘅。而喺呢條片嘅第三 part 咧，就會係更多 sample 嘅 video， 就會用盡 4K60p 咧去影低我由香港搭飛機嚟日本嘅過程嘅。嗱，而家呢一個畫面咧，我就係 distort 咗嘅，因為 GoPro 拍出嚟嘅片咧就有少少魚眼咁嘅效果噶嘛，成個 warp 咗嘅就會咁樣嘅，咁樣其實就成條片都唔係幾好睇嘅，我明白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呢一條片咧係一個 review， 亦都係俾大家參考嘅一個 GoPro 嘅 video sample video， 咁所以咧就主要成條片咧都會有呢個魚眼嘅效果噶啦。咁但係咧希望你可以睇到最尾啦。咁而家畫面見到嘅咧，左邊就係 GoPro Hero 7，右邊就係 GoPro Hero 4。咁由於我手頭上冇窿窿版嘅關係咧，咁所以兩部 GoPro 咧會有少少高低嘅分別嘅。咁我個人咧就係踩緊喺一塊電動滑板上面。咁你見到右邊 Hero 4拍出嚟嘅畫面咧，已經震得好犀利噶啦。而左邊 Hero 7就因為佢嘅 High Pass Smooth 功能咧，就消除咗大部分嘅手震。咁你會聽到 GoPro Hero 7嘅 audio 咧，係明顯優勝好多嘅。除咗有方向性之外咧，亦都有除雜音嘅功能。我踩住電動滑板咧，其實係好大風嘅一個環境嚟嘅，但依然都收到我講嘅乜嘢。Hello， 我係 Ed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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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家係行路啦，咁行路呢個係自己拍自己行路啦。後面嗰塊嘢跟住啦，咁呢個行路，如果望後面嘅話咧，就會係咁樣嘅。咁呢個係行路好唔穩，其實行路已經好震，我的手已經揈得好犀利。咁如果跑步嘅時候咧，就會係咁樣嘅震動嘅。咁跑步，前面跑步。整体来讲 GoPro Hero 7的饱和度和对比度是比较高的，但同时收到的资讯也都比较多的。你看看背景的这些曝光的位置，又
或者背光情况收集到的资讯。好啦，嚟到最后呢，我将两部 GoPro 都直接黐咗喺块滑板嘅板头嗰度。咁我哋睇埋呢一个稳定嘅测试之后呢，我哋就落去下一 part 睇影相嘅测试啦。好啦，咁整体嘅 user experience 嚟讲呢，其实就係一个好大嘅 improvement 嚟。你见到佢嘅 user interface 呢就好易用嘅，而家变到。咁如果要转 mode 嘅话，只要扫一扫就转 mode 啦。咁如果转 setting 嘅话，只要按一按呢个掣呢就可以转到 setting 㗎啦。对呢一部机最大嘅 complaint 呢就係佢嘅 software 呢唔係几个 stable。咁有几个 example 嘅。咁第一个例子呢就係我有时呢会将部手机呢连落去部 GoPro 度嘅。咁用手机呢作一个 remote shutter。咁当你按呢个掣开始录影嘅时候呢，部机呢就有机会省咗就轻咗机咁样嘅。又或者呢个 iPhone 呢会突然间断咗 connection。咁我諗主要呢都係嗰、那个GoPro 嘅 Wi-Fi 功能呢就唔係几够稳定。咁如果你连咗部 iPhone 落去部 GoPro 嘅时候，你熄机嘅时候呢，咁你熄机啦。咁但係呢你会发现部 iPhone 仲连緊 GoPro 嘅 Wi-Fi 喎。咁即係话呢 GoPro 嘅 Wi-Fi 呢就未完全咁样关上。咁而另外亦都喺熄机方面呢有啲问题嘅。咁有时呢佢熄机嘅时候呢就会熄好耐嘅。按住粒掣三秒啦，咁佢就会熄机啦。咁但係呢个 mon 呢都依然着多十秒到然后先熄机，会有咁嘅情况出现。但係以上呢一啲小问题呢都唔係造成啲咩好大嘅影响嘅。同埋呢一啲问题呢主要都係 software 问题。喺未来嘅 software update 上面呢就应该可以 fix 到呢一啲问题嘅。咁如果你係因为 Hyper Smooth 而考虑緊买唔买 GoPro Hero 7嘅话呢，咁我可以话俾你知，佢嘅 Hyper Smooth 呢真係好出色。GoPro start recording。 咁世界上咧冇一部相机咧系完美嘅，你要强大多功能嘅相机嘅话咧，咁就一定系要重啲大部啲。咁如果你要细部轻啲嘅话咧，咁就一定功能上冇咁强大，影像质素咧就可能要牺牲少少啦。咁各位决定买相机嘅时候啊，最紧要咧记得谂清楚
乜嘢方面係對自己最重要。你係想要一個簡便輕便嘅相機啊，可以隨時周圍帶、周圍拎，一個 smooth 流暢嘅影像啊，唔會手震嘅影像啊，定係你係想要 shop 嘅 image 有更加 flexible 嘅功能，可以有唔同嘅 focal length 啊，或者係你可以有淺景深嘅效果啊，可以同時做一部相機影人影景都好靚嘅話咧，咁可能你會想要一部相機多過一部 action cam 啦。最緊要咧就係諗清楚乜嘢對你最重要啦。咁好希望呢一條片咧可以幫到你對呢一部 GoPro Hero 7 Black 更加多嘅認識。同埋如果你考虑紧买唔买嘅话咧，希望呢一条片咧都可以帮到你决定买唔买啦。今次嘅分享咧就到咁多先啦。如果中意呢条片或者呢条片帮到你嘅话咧，记得俾个 like， 你嘅 like 咧真系会对我有好大嘅帮助嘅。咁如果想睇更加多嘅话咧，记得 subscribe 同埋揿隔篱个 long long 啦。我系 Edwin， 我哋下一次再见。